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斐，我是 Dylan。今天我跟 Dylan 一起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房源，位于 Yorbalin 的满分十分高中正对面，由著名豪宅建商 Toll Brothers 开发的铁门警卫社区 Enclave。在我们背后，这是一间准新的豪宅。这房子有五房、5.5浴，室内超出6000尺，占地超出12200尺。Let's take a look。为什么说这是一间准新的豪宅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driveway 前院以及待会儿会看到的后院还没有做装修，所以买我们这间房的朋友们，你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装修和升级。那作为一间超过6000尺的豪宅，我们有三个车位，这边是一个双车位的车库，这边是一个单车位的车库。这个房子的户型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进门的环抱式的双楼梯。我们之前在尔湾也拍摄过类似的户型，但那间房没有这间大。这间房的室内面积超过6000尺，环抱式的楼梯依然是大气气派 Toll Brothers 的典型代表。穿过环抱式楼梯，我们可以到达这个房子主要的起居空间。那在房子一侧呢，一楼有一个主要的卧室，我们待会再来介绍。我们先看主要的起居空间好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房子的加州厅 California Room， 加州厅的外面就是它的后院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房子超过12000尺的土地，大概什么概念？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如果挖一个泳池的话，基本上只会占据院子一半的空间，另外还有一大半，你仍然可以做一个小孩玩的球场啦，或者是高尔夫球推杆场啦等等。两侧的空间也很宽裕，跟邻居没有丝毫的压迫感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后院没有邻居。前面卖尔湾的房子也好，安娜哈姆 Hills 的房子也好，这一条我觉得是豪宅的必备的要素。我们这边对的是外面的马道。Yorbalin 是一个传统骑马的地方，很多人家里养马，养一匹马比养一辆法拉利还要贵，所以 Yorbalin 其实是一个隐形富豪城来着。那在这一侧呢，我们可以远眺正面的 Yorbalin 高中，这是一个满分十分的高中，一分比尔湾五所高中任何一个分数还要高，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区房，走路就可以到达。我面前的这一份是屋主已经经过 City 和 HOA 申请批准的前院后院施工图，我们也设计了泳池、SPA 的区域，另外还有室外的 BBQ area， 非常大的空间，完全可以够用。那这个房子呢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潜力股，
没有经过装修的，你可以按照这个审批图去立即开始施工，省去你冗长的再去申请的时间，也可以按照你的想法从头全新设计。那这个房子的价格非常优惠，原因就是我们把这些装修的费用让了出来。同样的房子在小区内装修完毕有前后 landscaping 的，有一间490万的在卖，就在我们隔壁一条街，我们这间房只要358万，但其实你装修远远不用花这么多钱，按照这套做下来差不多20-30万就可以了。现在进到大门的左边有大家最爱的一楼卧室，刚才提到了有一个两车车库在那一边，一车车库在这一边，可以直接通到这房间，可以说是一个 junior master suite， 因为非常大，比平时的房子的卧室都还大，而且还带 full bath dual sinks standing shower walk-in closet， 完美。环抱式双楼梯上来之后，到了我们二楼的 loft， 除了一楼的客厅、餐厅、家庭厅之外，二楼我们有这样大的一个开放空间在房子的正中央。那二楼 loft 连接着一个阳台，这个阳台我们可以远眺城市的灯火，可以看到 Yorba Linda 高中。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满分10分的优质高中上学的话，也许你在阳台上用望远镜都可以看到在操场上奔跑的你们家的孩子。超过6000尺的面积是什么感觉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洗衣房，都比过去我们拍过任何一间洗衣房都要大。这么纵深，洗衣烘干机在最里面，洗手池这边好多柜子你可以用。洗衣房的正对面就是我们的主卧室，主卧室也可以用一个大字豪字来形容。这里是放床沙发的地方就不讲了，跟随我来。主卧室里面我们这片区域你可以用作家庭办公室、冥想室、健身房、娱乐室或者是观影厅等等。这个空间跟主卧室之间是一个电子的壁炉，非常美观，又可以实际上起到取暖的作用。另外一边是我们主卧室的浴室，负责任的说这个浴室可能会比很多卧室都要大，超大的浴室，两个洗手台、淋浴间、盆浴，我们的衣帽间更是大到有3扇窗户，1扇、2扇、3扇窗户，而且中间呢还是一个类似于双开的落地窗对着我们的阳台。这仅仅只是你的更衣室而已，这个更衣室已经大到很多100万左右的房子的主卧室的 size。那上楼的左手边呢是另外3间卧室，5房5.5浴，每一间卧室都带有自己独立的洗浴间、衣柜或者是步入式的衣帽间。那这个房子其实现任的屋主大部分的空间都没有使用啊，像这一间就从来没有摆放过家具，完全空在这里。独立的洗浴间我们就不展示了，给大家看另外2间房。这里是左手边的2间卧室，这间卧室其实屋主也基本没有用，就放了一些家具，平时根本没有用过这个房间。独立的洗浴间、步入式的衣帽间。那最前面这间是左边3间卧室里面最大的，并且连接着我们前面的阳台。这一间是屋主的孩子现在在用的，他的孩子就在正对面的满分10分高中上学。这个学校出来的考入优异的大学的比例非常高。那这个房子呢，
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觉得不仅是自住的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其实现在这个状态你也可以住，而且还是一个投资的良好的标的。358万的要价比同小区要400多万的房子整整便宜了一百多万，490万，便宜了130多万。所以即使你花30万装修，你仍然等于是比别人便宜100万美金的价格拿到，那将来你在出售的时候，你这个起点就很低，还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装修，户型非常好，占地很大，潜力股。所以有喜欢的朋友们，依然礼拜六礼拜天Dylan会在这里做 open house， 在这里等你们。这房子的地址是4145 Yale Street, York Belinda。这周六和周日1点到4点都会有 open house。I'll see you here. Bye. Bye.